吃什么呢？鸡蛋仔。什么口味的？芝士口味。芝士口味的鸡蛋仔，对不对？来。但是爸爸有买过。是哦，那你今天怎么又买了？因为它太好吃了吗？对。来，我们来吃啊，吃吧。哈哈，是什么口味的呢？好吃吗？哦，你一口吃下去，会不会咳嗽？妈妈也来吃看看。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吗？嗯，很好吃呢。皮这层皮边边脆脆的，可是鸡蛋仔是软软的。好好吃哦。